我要在耶诞庆祝会表演独奏，你想听听看吗？现在不行耶，小乐师，也许晚一点，我得把礼物放到耶诞树下。再见喽！嘿、hey, ，小啰嗦，想不想听我的独奏？我讨厌独奏。慢慢来，注意，小心一点，小笨蛋，放慢一点。小壮丁，注意一点，小糊涂。嘿、hey, ，你们要不要听我的独奏？现在不是时候，小乐师，你应该知道，老爸说那个大布丁可是耶诞庆祝会最重要的一部分。而且，如果因为任何的分心而让他掉了一滴的话，那就前功尽弃了。再也没有蓝精灵懂得欣赏音乐了。想听我的独奏吗，小懒惰？啦啦啦啦啦啦！你的礼物看起来真不错，小捣蛋。我做的特别耶诞惊喜，要给所有的蓝精灵。哎，你的已经做好了？当然，我写了独奏曲，想听吗？哎、哦，小乐师，等一下。哦，啊、等等，哦，这可一点都不好玩，我要再重新做一个了。我等不及要看他做好的样子了，这是我做过最棒的一个布丁。我没有让他滴下任何一滴，我知道老爸一定会很高兴我所做的努力，因为根据我的推测。你现在想听我的独奏吗？把它拿高一点，小心那些东西。再低一点，小美人，很好，非常完美。啊，我的蓝精灵们看起来都如此的快乐，这可能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好的耶诞庆祝会了。孩子们在每年的耶诞夜，留着白色胡子、头戴红帽子的耶诞老公公就会在肩上背着装满玩具的大袋子，开始出发去拜访全世界的小朋友。带礼物给我们吗？我喜欢那个故事，爷爷。爷爷真的有耶诞老公公吗？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耶诞夜还不像耶诞夜。耶诞夜，哎，天哪，我最讨厌节日了，尤其是耶诞夜最令我讨厌。只要想到那些悲惨的蓝精灵在那里做他们的小礼物，散播爱还有祝福，哎呀，真是恶心又讨厌啊，真受不了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！你在那里干什么？你这只笨猫！我要把你做成地毯，好让我……这是什么？可以让生活变得悲惨的妈妈秘方？啊，就是这个啊！这只是我要破坏蓝精灵耶诞所需要的东西。哦，他们会很凄惨的，而且等到他们被折磨够之后，我要把他们全部毁掉，一个接着一个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！啊，不不不不，还没好，小厨师。我只是要确定它好了没有，老爸。你才不是呢，你是自己想偷吃，这是一个非常自私而且不应该的行为。因为小聪明除了你以外，还有99个蓝精灵，而且我们大家小聪明，我们都想公平的分到大布丁，因为小聪明，谢谢你。现在小厨师，如我所说的，大布丁还没好，要到我们加入最后一样材料。你说的是最后的胡桃吗，老爸？没错，最后的胡桃。你是指那个饱满的、成熟的、很好吃的？你吃了？对不起啊，老爸，我忍不住。没有关系啊，小厨师。哎，我会去向松鼠先生借一个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。你是来自猫，我是来自小老鼠。小笨猫，现在只要加上最后的材料，这个完美的秘方就完成了。最亲爱的妈妈独家调配老鼠辣油，哦，真令我兴奋呐！小笨猫，很快的，那些蓝精灵就会消失。哦，我不明白是哪里出了差错啊，小笨猫，我从头到尾都照着妈妈的秘方做的。丢下来吧，松鼠先生，我会接到他的。哎呦，我拿到他了，老爸。我想我的眼力已经没有以前好了。谢谢你啊，松鼠先生，祝你耶诞快乐。哎，小笨猫，
一想到耶诞节就要到了，那些讨人厌的蓝精灵正在四处唱歌、跳舞和欢笑，哎呀，真的快要令我吐了。如果我可以找到他们藏针的地方的话，我就会……又怎么了？谁呀？你们是谁呀？啊？求求你，先生，我们的雪橇翻倒了，我爷爷昏过去了，能不能帮帮我们？哎，这个，你们身上有没有钱呢？没有。那就走开，我很忙。他好坏哦。没错，他真坏。过来，威廉，我们会找到别人帮我们的。我的侄子跟侄女几小时以前就该到了，我真不该答应他们跟爷爷一块旅行。马上组搜寻小队去找他们。是。爷爷会不会已经死了？他不会有事的，威廉，只是希望有人会帮我们。那两个小孩好大的胆子啊，竟敢打搅我的工作。现在让我来看看进行到哪里了。啊，对对对对，两滴蝙蝠口水和一撮……不不不不，这个秘方根本就没有效嘛，那些蓝精灵一定有办法可以毁掉他们的。你是谁啊？我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有办法给你力量，让你毁掉蓝精灵。是真的啊？有没有什么交换条件呢？啊，很简单，我要那两个在森林里迷路的孩子。这个啊，我能知道为什么吗？报复，只为报复。孩子的叔叔，那生性善良的贝里夫一直妨碍我的好事，他老是阻止我进行我的事业，而且是一次又一次，我受不了了。现在我要绑架这两个孩子，让他吃点苦头啊！当然，我不想自己去捉孩子，那是因为只要接近善良，就会让我感到痛苦。你很适合这个工作。我明白了，那蓝精灵呢？这一张纸会告诉你怎么找到蓝精灵村，还有你到了之后该怎么做。哦，很好很好，我马上就出发。孩子第一，蓝精灵第二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当然了，当然。喵！哟吼！孩子们，哎呦，那两个小鬼会跑到哪里去了？哦，哟吼！孩子们，你好，我们正在找两个小孩，是我的侄子跟侄女，有没有看到他们？没有，我没有看到。发生了一场意外，他们爷爷的雪橇翻了。谢天谢地他没事，但是我们找不到孩子。哦，可怜的孩子，我一定会多加留意的，先生。我提供了10个金币作为让他们平安归来的赏金。10个金币？真大方啊。但是最重要的当然是那两个孩子能够平安的归来啦。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平安无事的。提高警戒，我确定会找到他们的。也祝你耶诞快乐，这位先生。啊，也祝你们大家耶诞快乐啊。好哎，10个金币啊。小笨猫，或许我们有办法都得到手啊，蓝精灵跟10个金币。哟呼，孩子们，我好害怕哦，格恩，可怜的爷爷。他没事的，威廉，放心，这一切都不会有事的。平安夜，声善夜，平安夜。老爸，你听，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小孩。没错，正是我所想的，老爸。我觉得我们应该要……等等我！这山木也长，是狼。深山野，停！停下来！不不不不不不不！你们不能伤害他们，这些是我们的朋友，听到了吗？是圣诞老公公，但愿如此。很好很好，现在回去吧，我的朋友们。求求你，我爷爷受伤了，需要帮助。我们的雪橇翻了，拜托你们。你爷爷在哪儿啊？在雪橇那儿。小壮丁、小聪明、小笨蛋，去找那个雪橇。是，老爸。小美人，回村子里去，多找些人来帮忙。是的，老爸。哦，孩子们，不用担心啊。你是圣诞老公公吗？圣诞老公公。在那里，快点。
对不起，小壮丁。你有没有看到老爷爷啊，小聪明？当然没有，小壮丁。但是刚刚这附近有很多人。既然这样，就赶快回去向老爸报告吧。小壮丁，小聪明，看看这个，他写了些什么？小壮丁，他写什么不重要，小笨蛋，他代表的是个实际的问题，就像是一个，快点念吧。关纳威跟威廉，爷爷没事，待在这里我会回来，我爱你们。叔叔刘，很显然的，这张纸条并不是留给我们。虽然我们在这里一片白茫茫中的三个小蓝点，但是我觉得，等等我！计划就是啊，把孩子弄到陌生人那儿去，毁掉蓝精灵村，然后再带救援队去陌生人那里，最后就去领奖金。哈哈哈哈，真是完美啊，小笨猫，天衣无缝的计划。哟呼，孩子们！如果让爷爷发现我们看到了椰蛋老公公，还有他的助手，整个可口的完美的布丁，我吃都没吃到一口。小厨师，别那么自私嘛！现在是椰蛋节，你应该付出而不是获得。因为这个椰蛋夜，你们离家老远到这儿，我想要给你们两位这个小礼物。哦，谢谢你，圣诞老人，你真好。什么是圣诞老人？哦，他真的好美哦。好，谢谢，老爸，老爸。我找到雪橇了，老爸，有一张纸条是你叔叔留的，纸条上面说你爷爷很好，而且呢还要你们待在雪橇那里，因为他还会再回去。真是好消息啊，圣诞老公公，我好高兴啊，我真的好想见爷爷和亲爱的叔叔。我们可以在离开之前拆完所有的礼物吗？当然了，威廉，全部的礼物。我讨厌礼物，要体谅别人，小牢骚，要体谅。这是我们每个节日都会唱的歌，虽然它很老了，却很真实哦。善良的都让邪恶离开，还能使你每天都愉快。只要有心啊，只要心中有希望，善良的都让邪恶离开。一起唱吧，孩子们，来啊！善良的都让邪恶离开。大声点啊，孩子！好了，小壮丁、小聪明、小米人，找些木柴来，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大火堆才行啊。是的，老爸。救命！喵！快逃！救命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求求你放我们下去！圣诞老公公，救救我们！安静点，否则拿你们喂猫。过来，小笨猫，我们待会再收拾蓝精灵。哦，老爸，为什么假不妙要抓那两个小孩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想一定不是什么好事儿。我们该怎么做呢，老爸？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跟着他们，快走！你快点放开我们！你要对我们做什么呢？那是我的秘密。假不妙，依照约定，孩子现在是我的了。没错没错啊，依照约定啊，来啊，拿去拿去，我可是一诺千金的。没错，你的确是。那个陌生人一定有什么企图。现在依照约定，这个是摧毁蓝精灵村的方法，你拿去吧。谢谢。现在孩子们跟着这位先生，我想他有很棒的椰蛋礼物要送给你们两个人哦。的确是啊，快给我过来。哦，老爸，怎么会有这么可恶的人呢？好了，我也得上路了。哦，对了对了，祝你们椰蛋快乐啊，孩子们。我们的村子怎么办？先别管那个，这两个孩子比较重要。最后还是找到你们了，蓝精灵，出来送死吧。蓝精灵，蓝精灵，蓝精灵，他们不见了，小笨猫。可是没关系，他们会回来的。神圣的夜晚，就算他们不在，我也要开始了。邪恶的力量全是坏巫婆所酿造的，众鬼怒嚎，来毁灭蓝精灵的欢乐，让他们今年全部都消失吧。有效啊。他们会挨饿，无家可归，悲惨无比。现在我要去拿我的十个金币了。椰蛋快乐，蓝精灵。
他们并没有离得很远，老爸。还不知道他要做什么，先跟他保持距离。你好，我找到他们了，我找到孩子了，一个穿着斗篷的陌生人把孩子诱拐到森林里面去了。哦，不，我试着要救他们，真的，我拼命的想救他们，差点就被那个男人给杀了，哎，好危险哦。那家伙往哪边走了呢？那边，穿过雪地还有那些树。我们快走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的赏金呢？我的十个金币呢？等我们找到孩子，你会拿到的。啊！可是这是你答应我的。闭嘴！哦，约定就是约定，而你却不守信用。我？不，哎，你误会了。你瞧，我只是这个。闭嘴！现在，你跟我来。我很想啊，可是，我有其他的事，我必须要，我要。哎，好，我走，照你说的，拜托叫他们走开吧，求求你。你先走，假不妙。你看，老爸，假不妙和小笨猫也在那里。哦，可怜的威廉。哦，可怜的关纳维。也许还有可怜的假不妙。可怜的假不妙。我走不动了，先生，你要带我们去哪儿？这个地方正好可以。再来你就不需要我了，所以我正好相反，像你这么邪恶的人对我的工作最有帮助。可是所以你得在这一趟最后之旅陪着我，跟着两个孩子。你说不用再走了。我们不用走的，可怜的孩子们。你要带我们去哪里啊？家，回我的家，你们一定会喜欢的。啊，不，我不是。没有人可以离开，直到仪式结束为止。求求你，你吓到我了。火呀火呀，熊熊的烧，今天晚上就带我们回家吧。停，请你停止。对啊，请住手，求求你，我会听话，我答应你，我会听话。糟糕，我们晚来了一步。对啊，太迟了。也许没有。对，也许没有。可是老爸，我们怎么可能对抗这么邪恶的力量呢？有一个更大的力量，那就是爱的力量。我们来唱歌，蓝精灵们。唱歌？对，向你们生平第一次唱歌。现在想着你们早就有的信念。力量能够让邪恶离开，爱能使你每天都愉快。大声点儿。只要有信仰，只要心中有希望，善良能够让邪恶离开。圣诞老公公来了。哎，蓝精灵，走开，可恶的小鬼，你们捣乱的是超乎你们想象的力量。救命啊，圣诞老公，救命啊。大声点，蓝精灵，把感情都放进去啊。我警告你们，蓝精灵，停止捣乱。火呀，猛烈的烧吧。孩子，你们听得懂我吗？可以，跟我一起唱啊，你们知道歌词，这是唯一的希望。善良的希望，邪恶离开，爱能使你每天都愉快。停，不要唱了。只要有信仰，只要心中有希望，善良能够让邪恶离开。用力唱出来。善良能够让邪恶离开。我只想爱能使你每天都愉快，也让善祸害。火之墙，升高一点。假不妙，你也是，快唱啊！善良，火之墙，升高一点。善良，火，善良，我讨厌。只要有信仰，只要心中有希望，善良能够让邪恶离开。不见了，他不见了！耶！威廉，关大威，啊！爷爷，叔叔，感谢老天，你们都没事。我的宝贝，我的宝贝，我们好担心你们。当
当然安然无恙了，这点我很肯定。现在关于那个赏金呢？不要给他任何东西。哦，他对我们好坏哦。是这样啊？这胡说！我只是让他们认识森林里面的路啊。你知道，孩子们都是这样。这个，等一下，请不要伤害他。今天是圣诞夜，应该原谅别人，包括他吗？即使是他。哎，没错，是该原谅别人的时刻。我同意。我走了啊。告诉你，小笨猫，这世上没有正义，一点也没有。是圣诞老公公救了我们。圣诞老公公。还有他的帮手，你不会相信发生什么事。圣诞老公公，哦，天哪！再见，元旦老公公，元旦快乐，祝你元旦快乐，谢谢。好了，我们没有多少东西可以过节了，蓝精灵，没有礼物，没有布丁，没有椰蛋树，也没有温暖的床，但是我们毕竟还有最重要的，彼此。没错，这正是我想说的。老爸，我讨厌这个，但我觉得还不错。嘿，有没有人想听我的独奏啊？当然，好啊，好啊。好漂亮啊！哦，我的天哪，老爸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也不确定啊，也许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，甚至奇迹。棚我拆起来刚刚好。哎，我跑到哪里去了？我又回来了，可是怎么会这样呢？哎，哈哈，原来是因为这件斗篷，哦，是这件斗篷让我消失。